为有效预防禽流感，政府已修订法例，加强规管禽蛋入口。禽蛋、蛋粉和蛋浆在带入香港前，必须提供来源地的卫生证明书和食物环境卫生署的书面准许。规例并不包括全熟的禽蛋和有蛋成分的食物，例如蛋卷和蛋糕。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,000元和监禁6个月。